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家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，那就是宠物了。宠物是人类的伴侣动物，饲养它们给人带来无限的乐趣，不仅能缓解内心的孤独，更有利于身心健康。宠物在家庭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家是每个人栖息的港湾，家里有欢笑，有争吵，你闭嘴，有误会，那么你要离不离就离，有委屈，我尝尝汤咸不咸，有关爱，给您来一个足底按摩。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家里的那点事儿。许多家庭把宠物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伴侣和家人，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，并享受着各种人格化的待遇。不仅有专门的宠物食品、衣服、玩具，还有医院、美容、寄养、训练、坟墓，甚至啊，还有宠物婚介所等等，覆盖到宠物生老病死的每个环节。猫天资聪明，又温和柔顺，是家庭比较钟爱的家养宠物之一。其中波斯猫可谓是猫中贵族，它们性情温文尔雅，聪明敏善，善解人意，历来深受世界各地爱猫人士的宠爱，更有猫中王子的称号。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我单一号，他好养宠物，哎，小玩意儿，陶冶情操，哎，也不嫌累，有意思，觉得好玩。那当然了，据说那阵儿最开始是养狗，流行养狗啊，人家别人养都养小狗啊，多可爱呀、啊！是啊，他不去，嗯，他养大狗，大的他气派，有一种狗叫圣伯纳，好几百斤，300多斤，嘿嘿，跟个小毛驴似的。对对对。他养这个大呀，牵着出去溜去，嗯，这儿跑那儿跑，多精神啊！一会儿就跑累了，是往这儿一坐，嗯，狗坐在旁边，嘿，一边高，多好，谁看见谁夸呀，都喜欢。这谁家双胞胎呀、啊？哎，双胞胎、啊，好看的啊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养了些日子，养腻了，这老养的大的也不成，也不知道谁撺弄他啊，让他养黄鸟。哦，又改养鸟了，说这有意思啊！啊，听他这叫唤，嘿，赏心悦目，好听啊！上鸟市去了，哦，有50一只的，哦，有80一只的，不一样价，还有100一只的，档次就不一样啊！瞧来瞧去，走到头，嗯，有一个人拖一笼子，
哦，里边有一只。嗯，这说了，我这黄鸟，嗯，逼了1000块钱，不卖。1000块钱，说你划价划下1分来啊，不卖。哎呦，还不砍价。于谦心说这好啊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卖的贵必有出奇的地方啊。问问他，您这个嗯好在哪儿啊？哎，说说好在哪儿。卖鸟的乐了啊。把笼子打开了，嗯，不许飞，跟鸟说话呢，别出来啊，哦，别飞，真听话，这鸟不动活，哦，听得懂人话，钱没有白花的，那没花钱的不是？于谦高兴了，这好啊，这熟啊，这鸟啊，给人1000块钱，哎，对，拖着笼子回家，好东西了，临走还问呢，啊，这到家飞吗？啊，啊，这。到家飞啊！到家飞，到家你告诉他就飞了啊！好好好，拖着笼子走。哎，道上还不相信呢。是，把笼子门打开了。嗯，飞，飞，试试，真听话。怎么呢？纹丝不动，不飞。赶等到家了，真听懂了。往桌子上一搁这笼子，到家了，把门打开了。哎，嗯，这回可是到家了啊！哎，飞出来吧，飞吧，飞吧，啊。半个多小时纹丝没动，哟，不飞呀、啊！于谦他媳妇儿过来了啊，怎么回事啊？1000块钱买一鸟，说到家飞啊，半天了不飞，怎么回事？他媳妇儿抡圆给了一嘴巴啊，你糊涂啊！啊，那是黄鸟吗？这是小鸡儿啊！啊，花1000块钱买只鸡啊！啊，好家伙，现在行了，怎么了？现在养这么大了都啊！哇，这么大个儿了，还是这么听话，不飞啊，一回都没飞。这是飞不了啊，有人有飞的吗？有人跟他说了 啊，说你糊涂啊，养宠物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哦，未必你就适合养这个，哦，还有一个适合不适合的吧，找个明白人问问呢，这得咨询一下了。街坊住着一位教授，哦，专门研究动物什么的，动物学家，上家问人家去了，得咨询啊。您看看我。不，哎，我不知道我养什么合适，向您请教。您受累给我说说，哎，我跟您咨询咨询。是是，教授乐了啊，你问是应该的。哦，这个确实不能瞎养哈、哎，养宠物要根据你的收入，哦，你的家庭环境，嗯，你的工作，包括你的为人处事，哟，这关系大了，这个牵扯这么多方面。哎，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啊，根据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啊，我适合，尤其是你这个面相啊，嗯、你最适合养什么？养乌龟。哎，我适合养乌龟，它长寿啊，吉祥长寿啊。嗯嗯，你死了它还活着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好啊，有这么说话的。不倒是现在有养龟的，没有这么听话的了啊！转身就奔宠物市场了，干嘛去了？瞧瞧哦，瞧瞧卖乌龟的，人跟我说了吗？多少钱都有啊？哦，也是，80一个的，哟，100元一个的，嗯，300-500的都有，这大小不一样。到这会儿犯上财迷了，哟，舍不得了，花这么些钱买一这个是吧？太贵了也不成。那回买一黄鸟花1000是吧、啊？这回买乌龟太贵了，干脆嗯。另想别的主意，哦，想什么主意？由打这儿出来，奔水产市场。水产那儿有卖甲鱼的，哦，南方叫水鱼，对，北方俗称叫王八。哦，对对对，还这也好啊，嗯，跟乌龟差不了多少，哎，形象差不多。这个怎么卖呀、啊？问文件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不论个哦，这论斤腰哦，啊，25一斤。哎，这便宜啊，合适啊！啊，您给我来这个啊，要挑一个上秤一腰，嗯，48块钱，这不贵，这合适啊！啊，于谦乐了，嗯，48，哎、嘿嘿，这我要了，赶紧给钱，那边卖的贵，是，哎，48，赶紧给钱。不是48块钱，我至于这么点吗？都是5毛的，嗨，我上这数零钱来了，来、啊。给您这48块钱拿来了，拿兜装着回家，哎，心里高兴啊，这就有玩意儿了，太好看了啊！拿手托着这王八，嗯，举着它，哎，就跟照镜子似的，照镜子啊，怎么说话呢？好看，好看，看就完了吗？看她像个公主，怎么会像公主呢？她穿着连衣裙呢，啊，甲鱼那裙边美中不足，什么乌龟的背上有花纹。对，这王八没花儿，
一色绿，也就是你有这主意，想什么办法？拿小刀给他刻花儿。呵，在后背上，后背这边上啊，刻了一圈花儿。嘿嘿，正当中啊，写上名字，写名字，于谦儿。哎，我名字呀、啊。好，写完了，没听说过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给他写写我名字，你就是怕丢了好找是吧？好找也不能写我的名字呀，改名改名，改个名字。人家给宠物都起名字啊，都有啊，你也得给他起个名字呢，起好听的。这王八叫什么呢？说说，叫绿豆。哎，于谦看绿豆，哎，能看对了眼儿。我看绿豆啊，你喜欢他呀？我喜欢他，我没怎么说话的呀，打心里就这么爱他呀。啊，美化他要到极致，还想什么主意了？给他画口红。啊，公主嘛，可不是画口红吗？不过可不好画啊。怎么不好画？口红多大呀？嗯、啊，他那个嘴小啊。哦，抹着自己手上，哎，拿手给他画，这就行了。呵，张嘴，哎，咬，怎么回事？咬手上了、啊、这东西它咬人呢，这不要命吗？ 啊， 啊，有人出主意，嗯，拿菜刀一剁，脑袋就下来了。哟，你可舍不得。我当然了，48块钱呢，那是钱呢，你一年洗澡才花25啊。哎妈，提这干嘛呀？你还挺疼啊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咬上了可不疼吗？站在门口大街上啊，我把它抡下来，我呵，生抡呢，正抡着警察过来了。哟，哎，扔铁饼那个上操场扔去啊！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是扔铁饼的吗？谁也看不清楚啊！赶紧回来了啊！往回走。哦，一进胡同，婶子大娘都问你，问什么呀？这么热的天还拎着暖水袋呢？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暖水袋呀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撒嘴啊？想主意。有人告诉你了啊？说王八咬了手啊，得听驴叫唤。有这讲啊？这也不是谁传下来的、啊、有这讲，老北京就讲究，可没试验过呀。那试试啊，城里哪有驴啊？找啊，奔郊区、啊、农村，打一车就奔农村了，赶紧去。一上车司机纳闷，怎么您这坤包哪儿买的？坤包啊、嗯、这怎么都这眼神啊？这谁看见谁不纳闷啊？好容易来到农村，嗯，没这么寸的。哦，那儿就站着一条驴。哦，有了，跟地上啃草呢。哎，赶紧去，乐坏了，赶紧过来了。哎，哎，我可找着您了。哎，我、哎、那个我这出了点事儿、咬着我了。哎，你就赶紧给您添麻烦啊！您叫一声啊！您受累，您叫一声，跟驴商量啊！你凑合来两声，真的。什么叫凑合来两声？说。叔，什么辈儿啊？客气点好啊！这跟他客气什么呀？你叫两声，我这挺疼的啊！你讨厌，赶紧想主意吧！你忘了啊？你哇，这我交给你这样啊！那、你只要这样一叫唤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撒嘴了？我学驴叫唤，他倒撒嘴了。看起来听驴叫唤，王八撒嘴，这是真的，还真的呢，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。啊啊啊！哎呀，流血了。啊啊！讨厌。嗯、啊。太讨厌了。生气了。我对你这么好 啊，你还咬我。是。我这回跟你没完。哎呦呦呦，可了不得了。怎么回事？又咬这手上了。没记性。在许多家里，乖巧可爱的宠物早已超越了逗主人开心的配角地位。他们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育，让他享受着跟孩子一样的物质待遇。宠物呢，也成了家里不折不扣的小皇帝。牵着你的手，到公园去走走，晚上的星星很漂亮，我只有坏念头。你说我是枕头，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，双刀半死，怎么开口，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轻轻把你含在口中，到天长地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就算掉进臭水沟，我也照会跳着走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。
个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就算掉进臭水沟，我也照会咬着走。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，对很多老人来说，狗甚至成为他们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活泼可爱、通灵性的小狗带给老人无尽的欢笑，同时也慰藉了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和寂寥。可是有天你发现在家里狗的地位比你还要重要，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。我过不去。再叫，再叫，我把你扔出去。呵，来劲了，我把你搁到锅里炖喽。我清蒸了你，我烘烧了你。叫啊！叫啊，怎么不叫了？再叫我轰烧了你，轰烧了你。这叫开了。说谁呢？我说他呢。你说你哈，这一回来就跟我们过不去。我说老伴儿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能老闷在家里头，咱们这日子得变变，来点新花样。哎呦，您还不够花的呀！你说你一大早晨起来就上公园去唱大戏，晚上呢蹲在马路沿子上下象棋，这好不容易赶个晴天，你还跟人家去钓鱼。你说那些老太太扭秧歌，你也跟着凑热闹，站在旁边敲小鼓打大旗。我要是不去呀、啊，他们扭的都没有滋味。你再说一遍。老伴儿，咱们俩一块儿去。甭想，我们在家待着挺好。都叫这狗闹的。这狗怎么了？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不着家，屋里头连个喘气儿的都没有。要不然你陪我说话，要不然狗陪我说话，要不然我跟你说话，要不然你跟狗说话，反正你们爷俩得留下一个跟我说话的吧。把我和狗搁一块了。你呀、啊、你就是吃翠芬的醋，你就是嫉妒。我就嫉妒，嫉妒怎么了啊？想当初我就不同意养这狗，你能说出180条理由来，说什么咱们老了吃不动了，养条狗打扫打扫剩菜剩饭，咱们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，咱剩下什么就喂他什么。这可倒好，现在是你想给他做什么我就得跟着他吃什么。过去狗吃我剩的，现在我吃狗剩的。还有就拿这奶来说吧，我和小摊上买的，他喝燕莎的，这我都忍了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口一个宝贝儿，一口一个宝贝儿，这不能过去你喊我的吗？哎呦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还真生气呀。你瞧瞧这头上还有几根毛啊，保什么辈儿啊。
时我养只狗，还不就是为了给自个儿解解闷儿吗？别怨我，整天不着家，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家陪陪你，还真不如这条狗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哎呦，对了，那刘老师还说让咱们去参加退休教师团呢。你说，要不然咱们跟他们一块儿去呀？去呀，带上翠芬一块儿去。下了课，咱们俩手拉手走在乡间小道上，身边狗儿叫，树上的鸟儿跳，天上的白云慢慢的飘，身旁的翠芬汪汪叫。哎，你干嘛去呀？哎，我得收拾行李去。养鸟是老人们晚年生活比较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，把小鸟当作宠物养在家里，可以充实老年人的生活，消除他们心理上的孤独和寂寞。这遛鸟的过程啊，也锻炼了他们的体力，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。中国人自古就有养鸟的习俗，把养鸟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养生方式，茶余饭后遛遛鸟，或教他们说话，或训练他们其他的本事，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惬意和快乐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老伴在叫我，你乐啥呀？闭嘴！闭嘴！我告诉你闭嘴！呸！呸！呸呸呸！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呢！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老伴儿。哎呀，叫我干啥呀？啊，我正在那边训鸟呢，教他背唐诗呢。你嚎嚎一嗓子，他就不背了，也不听话了。我还想问你呢，是不是背着我对他使什么手脚了？嗯，鸟笼子你拎着，我连边儿都没碰着，我上哪儿使坏去？哎，你再训训他，我给你把把脉。中，来来，哎呀，听着啊，下面我教你背唐诗，听好了。南边大桥下来了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背。骗子呀，大骗子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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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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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！哎呦，你跟你二你也犯贱！这不怪我，怪他，怪你，怪你，怪你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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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你！呸呸！哎呀！哎呀，王夫人你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王夫人别进屋，王夫人先出去，出去别进屋。哎，你刚刚上任还没满月呢。啊，你就到我们家来走访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养了一个好鸟，非常聪明的鸟，会说话的鸟啊。咱们村没有人不知道这只鸟的。是吗？啊，非常有名气。来，你迈只左脚试试。来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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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迈左脚。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样？你再迈右脚。请进，请进。怎么样？哎，不错。嗯，迈左脚说您好。嗯，迈右脚说请进。嗯，哎，我要俩腿一块蹦呢。这个我可没训练过的，你试试来。哎呀妈，吓我一跳！哎哎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你教的。我什么时候教你的？昨天。你真他妈不是好。你骂人。你骂人。这鸟真骂人！王主任呐，你快请坐，你快请坐呀！来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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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主任，来坐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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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坐下，起来，请坐，起来，请坐。我还是站着吧。哎呀，你看王主任呐！哎呀，啥主任呐？你就叫我志高，叛徒，叛徒，叛徒。哎哎哎哎哎，朴志高是叛徒，他叫王志高。别认识，
他说不认识你，你要是叛徒他就认识。别别别别，没关系啊，我今天来呀、啊、就是跟您老俩呀、啊、唠唠嗑。哦，唠嗑唠啥嗑呀？咱就得召开一个村民大会，让大伙商量商量这桥还修不修。什么话，这桥就修不修呢？肯定一定修。一定修那就麻烦了，图纸没有啊，谁设计呀、啊、工程包给谁呀、啊、咱们村没能人嘛。有能人。有能人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。你说咱村能人是谁呀、啊、老介绍，老介绍，老介绍是我啊。王主任，他都说你是能人呐。好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嗯，这个桥的设计图纸我早就画好了。哎呀，我总算把这句话等出来了。我今天就冲你这儿来的，我呀就是请你出山的。哎，我可是代表全村的群众来请你啊。真的真的？那这个面子我就给你了。是吗？你等着啊，等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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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呢？看看看看啊。好，好好看看图纸啊，好好看看。别拿到了。那是你弟弟。我小舅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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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呸。来，老师啊，哎，你说这个咱这个桥这么造行吗？要说干别的咱不行。嗯。修个桥，建个桥，你就瞧好吧。你别忘了，你大哥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鲁班大奖的获得者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到现场去看看呢？好啊。那走，说走就走。走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你呀，你就别在那起哄了，你老实在家待着吧啊。哎，别跟我了，别跟我了。110110要出人命，要出人命。你要还是带他去吧。行，就带他去。哎呀，还要报警呢，你这家把你嘚瑟的。走走走，看桥去了，看桥。现场。